要不要直接进现场？因为现在正在表演，所以要这边连线。菊高秀吹奏乐部这次二度访台最重要的行程呢，就是来参加北一女的120周年校庆。那么稍早的时候，北一女的乐仪旗队。
应该快了，应该快了，再撤。接下来
年其实就是参加北一女的120周年校庆，而刚刚北一女的乐仪旗队呢是已经演出完毕，橘色恶魔压轴出场，马上来看他们精彩的表演。The next song to be played is